清三行中，北岩引黄敏被杀，女儿杨子被诬陷为杀人犯，逃到了北岩，寻求北岩的帮助，两人一起侦破了案子，找到了幕后的真相。而黄子霞的性格也让李叔白感动，最终两人一起走上了寻求正义之路。论主题，清三行是一部类似风起洛阳的古代悬疑剧，讲述的是大唐的悬疑事件。风起洛阳一开播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很显然这部侦探剧的热度很高。任海涛是业内的知名编剧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改编让很多粉丝都很意外，而清三行四大导演的强强合作绝对是最好的保证，相信很快就会有一部古装电视剧诞生。清三行最大的看点就是杨子了，杨子是90后四大花旦中的佼佼者，他的人气很高，他的亲爱的、热爱的和香蜜沉沉烬如霜都是大受欢迎的。杨子的表演你可以一直信任。清三行里除了杨子之外，最吸引眼球的就是男主角，能和杨子合作颜值和人气都要高。据说清三行的男主角就是林更新，在《步步惊心》中扮演14阿哥，赢得了大量的粉丝。而在《楚乔传》中，林更新所扮演的宇文玥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男人，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气质，让人对他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直到现在他都想要再看一遍。而在《清三行》中，林更新将会出演主角李叔白。在原著中，林更新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王爷，五官端庄，身上带着一股正气，所以很多人都很好奇。总之，《清三行》是 S 级别的大电影，有四个顶尖的大导演坐镇，可以让人完全不用担心魔改的问题，还有杨子的支持，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。而林更新的男主角也会让粉丝们很开心，但这一切都要看游戏公司的公告了，请各位拭目以待。所以你认为在你心目中李叔白会是什么样的角色？